《五戒相经》清要，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、呃。上一集啊，我们讲到了这个杀僧啊，就是。 杀人啊，这个方式讲到皮陀罗沙啊，就是以咒术、咒语啊这些方式去害人、去杀人。这个咒术、咒语去。 害人去杀死人啊！这个自古以来，中国、外国都有这些事情。那么，我们在道家的《太上感应篇》啊，也读到过。 啊，比如说埋骨验人，啊，咒诅求子，啊，那个念咒诅咒，啊，埋骨，啊，这些都是属于咒术这一类的，去伤人的，啊，可以置人于死地的。那么我们。 在这个五戒相经啊，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。我们根据这几个例子，以此类推，举一反三。啊，凡是属于诅咒咒语啊，用种种邪术去害人的。 去杀人的啊，都属于皮陀罗沙啊这一类的啊。那么像现在呢，在南洋啊，还是有啊，在马来西亚啊，在新加坡啊，最近还是有听到。 啊，这些啊，用降头去害人的，那么他这个害人呢，啊，还没有达到呢，致人于死啊这一个程度啊，但是呢，会让一个人呢，他身心不安啊，家里呢不得安宁。 这个这个情况啊，我们在现在呢，啊还是有听闻到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呃咒语法术呢，去害人，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有啊。那么这些事情啊，如果我们有接触过。 啊，或者听说过，就能够去肯定啊，佛经上讲的这些事情啊，事实上啊是真有啊啊，绝对不是虚构的。 这些事情我们要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啊去观察啊，绝对不能以我们自己主观的观念啊来看这个事情。那么这些事情呢，哦、呃，在台湾这个警政署方面呢、啊？ 有关鬼神啊，帮助破案的啊，这个这个事情也非常之多啊，所以，我们敬老教授啊，在过去几年呐啊，有一个台北市警察局的啊黄警官啊，他是专门收集这些。 在台湾历年啊，这些刑事档案啊，这些资料啊，有报章杂志报道，那么实际上啊，他在这个刑事档案这个资料里面呢，也都有明确的记录啊，这个是一点不假，所以他现在。 根据这些历年的刑事档案，这些案件呢，收集到这些资料呢，也相当之丰富啊啊，因此呢，啊，我们听到新闻报道啊，或者呢，啊，听到有人说呢，用这些法术啊去伤人害人，讲到鬼神这方面的，我们就很清楚。 很明白，啊，它是事实真相，啊，绝对不是经上啊，啊，佛呢他编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啊，啊，来劝我们，啊，绝对不是这样的啊。那么我们这一集呢，啊，我们接着啊看下面一段经文。 这集我们要学习的是堕胎杀啊！这个堕胎这桩事情自古以来就有啊，但是古时候呢是很少不多，但是到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。 就非常多了，啊，这个一天当中，我们整个地球上不知道有几件堕胎的事情。啊，在两年前呢，啊，我在澳大利亚，啊，听到同修给我提出一个堕胎的数字。 啊，在澳大利亚呢，它这个土地也相当之大，啊，大概仅次于中国大陆。啊，它的土地面积呢，大概大台湾两百倍，啊，人口是一千八百多万，啊，它的土地面积呢，大台湾两百倍。 啊，那么台湾的人口呢，是两千三百多万。啊，土地比他小两百倍，啊，人口比他多。那么他们一千八百多万的人口呢，根据医院有记录调查的，一个月呀、啊，一般这个高中女生啊，啊，高中大学生女生啊。 堕胎的这个事件呐、啊，就一万多件了，啊，也就是说一个月当中就要堕一万多个胎儿，啊，那这个堕胎呢，啊，大家听了就是堕啊，感觉还不是很亲切啊，啊，如果我们用杀死胎儿，这样大家就比较明白一点啊，不然堕胎它感觉好像。 堕胎好像，嗯，也没什么啊。啊，那如果讲杀死，那他就会感觉会比较亲切一点啊。啊，那杀死胎儿呢？他这个对象是人，啊，不是畜生，啊，也不是鬼神。而且这个人呢，是他自己的骨肉，他亲生的骨肉。啊，这个在过去法律是。 不允许的啊！所以堕胎这个事情，不管在任何一个宗教呢，都是反对堕胎的啊。那么在啊西洋啊，天主教是是最反对的啊。那么我们佛教当然是。 啊，没话说了啊！佛那个连蚂蚁都不能杀了，还能堕胎吗？啊，那么我们看道家的《太上感应篇》啊，也讲到损子堕胎，啊，这个损子堕胎啊，这个鬼神都要记过的，记罪过的，啊，要扣掉你这个福禄的。 啊，这是有罪的，啊，属于性罪，啊，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，啊，你只要造了这个业，就是有罪过，这点不能不明白，啊。那么明白之后呢，才能去避免造这个恶因。 啊，避免造恶因，将来才不会有恶的结果。啊，如果不知道这个因果，啊，那现在呢，在造因的时候呢，他不知道，啊，去造了这个错误的因，恶的因，那将来呢，他就会得到恶的果报。 那果报现前呢？你也赖不掉，啊，你也不可能说这个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所以做错了这个事情，我可以不受这个果报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事情也不是别人给你的啊，是自己自作自受的，呃，这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因此呢，佛大慈大悲啊，他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，说明了这个因果啊，你现在得到什么果报，那那个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？啊，把那个正确的因素给我们说明了。 啊，你是照什么样的因素而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？啊，佛对我们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在哪里？就是他自己明白了，啊，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，啊，他把这个宇宙人生呐、啊。 英国的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，啊，让我们趋吉避凶，啊，在我们中国易经讲啊，趋吉避凶，啊，意味君子谋趋吉避凶，啊，所以活菩萨、古圣先贤教人就是教什么？第一个教人趋吉避凶，啊，你怎么样去去向吉祥？ 避开那个凶灾啊！告诉你这些道理啊，这些方法那你明白之后呢，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去趋吉避凶了啊！这个叫做圣教啊，圣贤的教育，佛陀的教育，所以我们网络。 学院的同学啊，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育啊，第一个效果呢，在我们现前呢，能够趋吉避凶啊，我们得到了这个效果啊，有了这个效果，我们进一步的求超越六道生死轮回。 啊，求明心见性做佛，这个就有了信心了。啊，这个信心呢、啊，就不断的增长。啊，如果我们先前这个趋吉避凶，我们都达不到。啊，那么对于超越六道生死，啊，成佛做主，这个信心呢、啊？ 始终升不起来，啊？为什么呢？有疑惑，有怀疑。为什么会有怀疑呢？因为你现前没得到效果，你就会怀疑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当前呢，啊，学习呢，啊，我们一般的根器还是按部就班啊。你先得到人天。 这个果报啊，这个效果现前了啊，那么你对于呢超越三界、明心见性、超越十法界啊，这个你信心就坚定了，所以这个基础啊，绝对不能够疏忽掉。 那么讲到堕胎这个事情，现在是非常严重的。啊，我记得我来大陆之前呢、啊，两年前呢、啊，在台湾天主教有拍一个光碟啊，可能这边应该有好像那个名称叫什么啊哀悼还是哀悼啊啊，就是人家死人呢、啊、去吊悼念那个那个悼啊。 那个片子呢？啊、呃，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播放啊，啊，大家看了恐怕啊都会掉眼泪了。啊，他那个现在他那个堕胎呢，他就是用好像开刀一样啊。那么这个胎儿在母亲这个肚子里面呢，已经成型了，他可能剪掉好几块，啊，头剪掉。 啊，四肢剪掉，你说这个会没有果报吗？啊，这个问题呀、啊，实在非常严重，非常非常的严重。那么。 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啊，定的这个堕胎合法化的这个国家、这个政府，它那个因果就别大了啊！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呢、啊，台湾这个立法院啊，通过这个堕胎合法化啊，那个举手赞成的立法委员啊。 刚好我们敬老教授在讲《地藏经》啊，那一次刚好我也去听经啊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，啊，总有三十年前了，啊，我就听到我们老教授讲啊，这个今天啊，在立法院几所的那些委人呐。 那个地狱啊，名册已经有他的名字了，啊，已经挂号了，啊，最近这个江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，啊，大家看的，啊，那个举手赞成的委员啊，他地狱已经登录他的名册了，啊，已经跑不掉了，啊，因为他赞成嘛。 但是他现在有福报啊，啊，他过去生修的福报啊，啊，做这个立法委员啊，他现在作威作福，啊，他那个福报享尽了，造的这个恶业啊，就现前了，啊，那个时候呢就很凄惨了，啊，就惨不忍言了，啊，这个是很严重、很严重的问题。 啊，所以现在凡是所有不管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政权定这条法律的，他那个政府就要被因果。啊，定这个法叫做恶法，恶法恶的法律啊，教人去造恶业的法律。你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？啊，你现在给他讲你将来会堕地狱，他不相信。啊，他回过头来说你是迷信。 那那你说迷信，你就不会有这个果报吗？啊啊，如果说这个是迷信就，就就你去杀人就没有果报，那那问题这不就很简单了吗？那我们头脑冷静想一想，问题有那么简单吗？啊，这些都是没有智慧、糊涂的人，他才会造这个严重的恶业。 啊，所以一天到晚啊，杀人杀生啊，那人都在杀人，那杀生还算什么呢？所以古大德讲啊，“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”啊，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上刀兵劫怎么来的呢？啊，你去听一听啊，这个屠宰场啊，他宰杀这些动物的惨叫声啊，一天宰杀多少？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整。 整个世界一天呐、啊，杀生杀多少，堕胎的有多少，那么这个就是在造这个刀兵劫的业因了。那么你这个业造到一个饱和度，这个天灾人祸它就就来了嘛。这个天灾人祸怎么来的？人造出来的嘛。 啊，人造了这个恶因，那果报现前了。人又不负责任，啊，他也不承认，不负责任，就把这个责任推给自然灾害，跟人没关系。啊，人他自己不反省，不检讨，自己哪里做错了，啊，把这个责任呢推得一干二净。那你这个这个果报怎么能够改变呢？ 那永远改变不了，啊！你推卸这个责任呢？你还是要去承受那个果报啊！啊！你说一个灾害来了，灾难来了，那你你你能够去避免吗？啊！你要去承受啊！啊！所以解决的办法都在佛经，啊！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，这果报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它总有个原因嘛。 啊，你你总不能说，他无缘无故他就这样突突然冒出来，啊，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事情，啊，再小的事情，它都有因，都有它的前因，啊，才会有它的后果，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看经文啊。 右腹堕胎者，与有胎女人吐下药，及灌一切畜药，若真血脉，乃至出眼泪药，作试炼，以是因缘令女人死，死则患不可悔罪；若不及死，后因是死，亦患不可悔罪。 若不及时，或不因死，是终罪可悔。啊，我们先看这一段啊，啊，这一段讲幼妇堕胎子啊。那么，这个，佛又我们讲啊？ 讲了皮陀罗刹之后，又给我们讲这个，又有一种杀人的方法，就是堕胎啊，就又妇堕胎者。那么，以有胎女人吐下药及灌一切触药啊，若针血脉乃至出眼泪药。那么，这些都是古时候啊堕胎药的一种。 啊，这个给他吃药，啊，把这个胎儿呢给剁掉了，啊，或者呢针血脉，啊，针这个血脉，啊，用扎针啊，针灸的，啊，这个是用药的。那么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，都用开刀手术的，啊，现在这个开刀啊，就是。 啊，现在这个科技也很方便了啊！这个现在有开内脏啊，啊，现在这个开刀呢，现在有有有一些女众啊，哦、啊，这个子宫长瘤了啊，那以前都是剖肚子哦，要剖一刀很很很长的，然后把它再把那个手术。 整个子宫割掉、割除掉，啊，现在现在听说不用了啊，他用一个小小的，就是用肚子里面啊这样穿进去，啊，然后他这根进去呀、啊，他就可以在里面呢做切割手术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切割手术把他这个子宫啊切掉，啊，然后。 再从他的阴道拿出来，啊，这个前年呢、啊，我到香港啊，啊，有一个女众居士啊，啊，她给我讲她去去开刀啊，我说我那个开刀很，哦，这个这个很恐怖的，她说现在很方便啊，不用这样啊，现在开刀啊，现在科技发达呢，他就是可以用很细的东西呢，从肚子上穿进去。 啊，然后在里面就可以切割了。那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，大概用的都是这些土下药啦，用药、用针、血脉这一类的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类呢，就要联想到，凡是你去堕胎的，你用什么方式，就是就是杀死胎儿嘛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。那么这是几处古时候啊。 那么做试念呢、啊，以是因缘令女人死。他这一段呢，他这段堕胎呢，他不是杀胎儿啊，他这个堕胎呢是要那个女人死啊，就这个女人怀孕了，那么给他吃那个堕胎药啊，目的呢？ 是要那个女人死啊，那么死则犯不可悔罪啊。如果这个女人吃的这个堕胎药了啊，死了，那这个优婆氏就犯了不可悔罪了。若不及死，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啊。如果没有马上死，后来因为是这个原因死的，也是犯不可悔罪。 若不及死，后不因死，是终罪可悔。啊，这个啊，一不及死啊，后来也不是这个原因死的啊，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，可以忏悔啊，但是呢，是属于终罪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。 若为杀母故堕胎，若母死则患不可悔，堕胎死则是最可悔。那么这段经文在给我们分析啊，这个堕胎呢，他这个杀害的对象啊，那我们一般人现在想到堕胎呢，就是只有想到堕胎儿啊，就没有想到呢，这个为杀母。 这桩事情，那么这个事情呢，呃，也是有，啊，为杀母，但是现在这个去堕胎的人呢，大概很少说去为了杀他那个母亲去堕胎的，啊，这个这个现在是很少、啊，主要还是堕胎儿的。但这个地方呢，佛给我们讲的很细，啊，过去呢，啊，也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啊，就是堕胎呢，他目的呢。 是要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啊啊，而去给他堕胎的。那么我们知道呢，一个女人怀孕呢，她是生命交惯的，很危险的啊。所以在这个生产呢、啊、过程呢、啊，真的是生得过了就好，生不过了啊，恐怕一条命就赔上去了啊。因此呢，在这个。 有怀胎的时候啊，这个也是很危险的，啊，实在讲啊，也是有它的一定的危险性啊，啊，特别在过去这个时代啊，啊，各方面呢、啊，呃，都不是很方便。那么，这个是讲这个堕胎是为了杀母，不是杀胎儿啊。若母死，则患不可悔。 啊，落胎死者是罪可悔。啊，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讲，他这个堕胎的目的不是要杀那个胎儿，啊，是杀他这个母亲。啊，那么如果因为他要杀这个胎儿的母亲，啊，用这个堕胎药给他吃，啊，如果他这个母亲死了，这个优婆塞就犯不可悔罪了、啊。 啊，就破戒了。那如果要害死他母亲没害死，但是害死到胎里面的胎儿，那这个罪是可以忏悔的，啊，是罪可悔。那么这个谦要啊，我一祖师给我们讲啊，千乃于母边得方便罪，不于胎边得罪。 以无杀胎心故，啊，这个天给我们说明了。那为什么这段经文讲啊？为杀母去堕胎？啊，如果母死啊，这个母亲死了是不可悔。啊，如果是胎儿死了是最可悔，这个罪可以忏悔。那给我们解释呢？为什么胎儿死的呢？这个罪可以忏悔呢？啊，就是。 他这个结罪呢，是在母边得方便罪，不于胎边得罪。啊，他结罪呢是针对这个母亲的，啊，这个胎儿的母亲这边去结罪，因为他目的是要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，而不是要杀死那个胎儿，以无杀胎心故，因为他没有杀死胎儿那个心那个念头。 啊，因此呢，如果要杀这个胎儿的母亲，啊，母亲没杀死，就杀死这个胎儿了，啊，那么这个罪呢，还可以接受忏悔，啊，那么这个结罪呢，就是在这个胎儿的母亲这边结罪，不在胎儿这边结罪，啊。那么下面讲，若拒死者是罪不可悔。 若不具死，则是终罪可悔；啊，若具死，就是说，他为了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，啊，那么给他吃堕胎药，或者用针、用用用针灸，或用什么方式，啊，如果这个母亲跟胎儿两个都死了，具死就两个都死了，那这是罪不可悔，这个罪就不可接受忏悔了。 若不惧死，则是终罪可悔，啊，要害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呢？那他这个母亲也没死，胎儿也没死，啊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啊，也有给他下药了，但是没有给他害死，啊，那么这个罪是终罪，啊，属于终罪呢，这个可以接受忏悔，啊，那么这个忏悔就是改过了。 啊，那么他可能要去给人家赔罪，啊，啊，彻底忏悔改过，啊，那么这可以接受忏悔，啊，啊，这个是讲为杀母故堕胎，啊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啊，若为杀胎故做堕胎法，若胎死则犯不可悔，若胎不死则是终罪可悔。 若母死，则是终罪可悔啊；据拒死，则是患不可悔，是名堕胎杀法啊！啊，若为杀胎故，做堕胎法那这个是现在大部分医院呢、啊。 堕胎都是为了杀死胎儿的啊，大概呢，啊，不是为了杀死他那个胎儿的母亲的啊，因为如果杀死胎儿的母亲呢，那个那个医院啊，那个医生要被判罪了啊。啊，那主要他目的是杀死胎儿的啊。那么为了杀死这个胎儿呢，做堕胎法啊，堕胎法就是。 堕胎的方法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，古代是这些方法，现在科技发达了，方法更多啊。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，你目的是为了堕胎，要杀死这个胎儿啊。那这个胎儿呢，真的被杀死了，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，犯了不可悔。 啊，如果是堕胎呢？啊，堕胎不死则是终罪可悔。啊，有人去堕胎呢？啊，但是呢，没有堕成功，啊，那个胎儿没死，啊，那个胎儿没有死，那么这个是终罪啊，可以忏悔的。 啊、那么如果为了堕胎呢？那不小心呢？他这个胎儿的母亲死掉了，啊，因为堕胎这个原因呢、啊，这个胎儿的母亲死掉了，啊，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，啊，那么这个祖师在《签里面他有注解，乃于胎边得方便罪也。 啊，就是说，他这个结罪是结在这个胎儿这边的，因为他是要杀胎儿嘛。啊，那杀胎儿呢，那那那没有杀死，去杀死他那个胎儿的母亲啊，他这个结罪是，在这个胎边得方便罪，啊，所以他那个母亲死呢，他是可以忏悔的啊，是终罪可悔。 那下面讲啊，俱死则是患不可悔罪啊。如果两个通通死了啊，那么这个是患不可悔啊，是名堕胎杀法啊。这个堕胎的杀生的方法啊。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五界相的结罪啊，这个啊，我们这样大概也。 了解一个大概啊。那么，如果啊，我们同学呢有受了五戒啊，就不能去堕胎了啊啊，是是讲女同学呀啊,啊，啊这个不能堕胎了啊。堕胎呢，你受了五戒啊，你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，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，因为。 他这个性罪跟破戒罪两重的罪啊，你没有受戒，你堕胎呢，它属于性罪啊，性罪啊，这个性罪就本身它就是有罪过啊，你有没有受戒，它就是你只要造了就是有罪过。那么受了戒呢，再加一个破戒罪啊，就两两层了。 所以，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就不能有堕胎这个事情。啊，那现在很多学佛的人，他还是受现代这种言论的影响，他不相信因果报应，这个很麻烦。啊，这个非常麻烦。那问题是，你不相信，那他因果还是这样啊？ 啊，不是因为你不相信，他就不是这样啊，事事实不是这样的，你不相信他还是这样。那么现在的人这些思想言论啊，给人一个误导、错误的引导，啊，引导人去造恶业。那这个两方面都有因果责任的，都有因果责任，都逃不掉的。 啊，所以这个啊，只要有这个怀孕了啊，这个也不可以去杀生了，啊啊！现在大陆上啊，我听说这个是一胎制的，那么生第二个呢，你就要受处罚了。 那那我有调查这个处罚的金额多少啊？听说以前是三千块，后来后来这个涨价啊，涨到五千啊，现在听说人民币两万啊，如果啊两万块啊啊，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啊，我建议还是被罚两万块好。 你你算盘可以算一算嘛？你你将来要堕地狱，那这个两万块富人你就不用堕地狱了，那这个便宜占多大、啊？你两万块去赚还还赚得到吗？啊，以前以后你这个儿子说不定啊，他报恩来的，啊，他他赚的更多供养你嘛，啊，所以现在我们这个，哦，金山寺啊，齐老菩萨呢，他是菩萨心肠啊。 啊，专门收这些孤儿的啊，人家生的不要的丢在寺院门口，他他都捡起来养。啊、因为，他有他生存的权利呀、啊。啊，他一旦来投胎了，就是，他有这个姻缘嘛，有这个缘分嘛。啊，我们是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生命的。 啊，那你说他来了就会饿死，就会多了一些人就会死，也不见得。啊，所谓一枝草一点露嘛，那一根草它就那个露水下来，它也有一点露嘛。啊，一个罗汉一份斋嘛。啊，这个是杞人忧天啊，这个是啊太过分操心了啊。 啊，那么现在有很多说啊，人口太多了啊，这个人口太多呢，这个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调节啊。其实这个我们也不必太担心啊。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主要是在于这个现在呢这个时代呢，现开放太开放了，造成的问题嘛。 啊，你要把这个根本的原因找到嘛？啊，你现在呢，个用这种堕胎啊，用这种方法，它是一种职业的问题，啊，不是根本解决的问题。啊，这个问题呢，归根究底还是在一个教育的问题，还是在一个教育的问题。啊，那么。 这个教育的问题，如果你要教人哦，这个不邪淫啊，那这个问题就会减少了。那这个问题就减少了啊。那么现在这个性开放啊，那一个老婆还不够，他还还要好几个，当然人会越来越多嘛。 这是邪淫的问题，邪淫造成的问题。啊，如果能够进一步呢，啊，像受这个八关斋戒啊，啊，或者受这个五戒啊，啊，五戒有不不邪淫，也可以受那个不淫戒的啊，你终身都不淫欲的，那这个人口的问题不都根本解决了吗？啊，这个才是。 治本之道啊！你要你要告诉他呢，啊，这个后续的问题很麻烦，啊，你照这个淫的因，你就会有这些呃这些果报嘛。那佛经里面讲的更深入啊，生死轮回就是这样来的嘛。啊，如果我们能够。 不盈利了，那也有很多人考虑到一个问题，那这个世界就没人了，啊，没有人呢，就变成那个鸡鸭啊，这个这个什么野兽的天下了啊！大家想想会这样吗？ 啊，其实这个问题在《安世全书》就有讲到啊，以前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，你这个不结婚就没有人了啊。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讲、啊，这个不太可能吧？啊，你这个盈利有那么容易断吗？啊，所以佛提出这个，就很多人，假如。 假如这个地球上大家都不盈利，人不都绝种了吗？啊，周安世居是回答说：“可能吗？啊，现在十几岁呢，这个花艺还没有成长，而他就呃两个就就有了关系了啊啊，这个盈利有那么容易就断了吗？啊，这个这个佛这么一直讲一直讲，你都还断不掉啊。” 哪有那么容易呢？啊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啊，这是在清朝时候的。啊，清朝时候呢，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。那清朝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周安世其实是乾隆时代那个人。啊，永正乾隆时代那个人，啊，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口还不是很多啊。啊，在民国初年呐、啊。 啊，是四万万啊，就是、四亿人口啊。那现在呢，十几亿了啊，加速度的成长啊。如果那个时候的人知道现在这个人口这么快速的成长了，他大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现在这个问题啊，是要限制人口的成长。 而不是担心没人了、啊，是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呢，那这个地球呢，地方不够住，住不下啊！地球它不会，土地不会多出来啊，啊，土地不会多出来，那人一直多出来啊，那到到最后呢，就人挤人了嘛，就挤到海里去了啊！那另外一方面呢、啊，就是粮食不够。 啊，人多了呢，吃的不够，啊，所以才限制这个人口的增长，啊，因为有这些问题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我们一般人想的，啊，他就是很简单的啊，他只是想到一个片面的啊，他没有深入去探究这个道理。 那么，佛是大智慧的人，啊，大圆满的人，啊，他对这个问题事情呢，看得非常彻底，非常明白。啊，那么这个周安世居是这样的回答啊，说这个不太可能的啊，你有几个人他真正觉悟呢？啊，啊，那个人又问了。 那如果真的每一个人都觉悟了，都不结婚了，那这个世界会变什么样呢？那周安世居士时就讲，那就跟天人一样啊，大家都是化身的，你不要在母胎里面受苦十个月，那这多好呢！啊，所以化身啊，这个四种身呢、啊，化身是最舒服的啊。那 胎生是最苦的，啊，再来就是卵生、湿生，胎生是最苦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啊，这个你这个生命的一个由来啊，它的因缘啊，这个我们在经上讲看到的胎卵湿化这四种。 啊，那如果能够化身的，那是最好的了，啊，也最自在的，啊，你不用受那个胎育之苦嘛，啊，如果是这样呢，我们这个地球了，马上就变成天堂了，啊，就变成极乐世界了，啊，那极乐世界它为什么，不需要这个父母呢？啊，因为你。 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它是莲花化身嘛？啊，我想我们网络的同学呢，大家都听过净土经典。啊，那往生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。啊，他不需要像我们人间呢、啊，啊，经过父母，啊，这个胎生，啊，它是莲花化身的。 啊，如果你能够修这条戒了，不淫欲了，那你将来你去往生的地方啊，你是可以莲花化身。啊，起码你往生到天道啊，都是可以化身的。啊，天道如果在异界天呢，你这个欲望比较低，不邪淫啊，不邪淫呢，它就可以化身了。 啊，不用像人间这么苦了啊。那么，如果超越三界呢？像阿罗汉以上的，那个都是化身的，啊，可以变化，可以自在，啊，自由来去，那多好呢！啊，自由自在啊。所以这个不用担心。 啊，这个问题啊，但是佛在经上这么讲啊，那么就有很多人呢、啊，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啊，啊，这是一个解决的根本办法啊。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啊，啊，在这个注解，因为这一段经文呢，千注就是在下面呢住了一些啊，那么也没有住很多。 那这个注解方面呢，他是讲一个在台湾呢、啊、有一个在十八年前啊，十八年前呢有一个住在苗栗泰安的啊，苗栗泰安啊，苗栗就是台湾中部啊，他那个泰安呢不是山东这个泰安，那是取山东这个地方啊。台湾有很多街名啊，将来。 啊，我们大陆的同学去过就知道啊，都是起大陆地方的名称的啊，都是啊地名啊，或者是一个省的名字啊。啊，他那个泰安是有一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，泰安休息站啊，最早的高速公路啊，他那个地方啊，啊，就在苗栗泰安。 啊，那么他一个，他这个，居士姓黄黄春妹啊，他的女儿呢，到广化老法师那边那个南普陀寺啊，要斋生，啊，就是供斋了，做功德，那么为他母亲做功德，啊，那么他的母亲呢是肝癌末期，啊，肝癌末期，那么他去为他做功德。 那么做功德，大家就去帮他妈妈助念了。啊，那么助念呢？这个在他们助念之前呢，他母亲就看到有一些人来了啊，说他的他这个这个。这个 给他女儿讲啊，说他看到他的父亲了啊,啊，还有他隔壁的这个伯父了啊,啊，啊，这些呃亲戚朋友啊，啊，在给他招手，啊，但他这个父亲已经过世了，啊，他们隔壁那个伯父叔叔啊，也都已经过世了。那么他女儿有学府啊，就给他母亲讲，他就想到《地藏经》讲的啊，这个临命中的人呐、啊。 啊，这个冤亲债主啊，就变化做他的亲人啊，来接引他堕落恶道。啊，他就跟他讲：“你千万不能跟他去啊！你一定要念佛啊，见到阿弥陀佛才可以跟他走。”啊，然后他就，哦没有跟他们去了，就一心念佛，在练了两天了、啊。那么练了两天之后呢，他那个肝癌呢，肝癌大部分那个。 肚子都会胀起来，啊，那个严重的有的会吐血，啊，吐血块。那么给他助念呢，也有很好的效果，啊，念到他那个肚子这样消下去，那消下去呢，就看到佛来了，啊，那看到佛来呢，啊，他他女儿了，他们家人就给他，那赶快跟佛去了，他不行了，现在有这个有两条狗啊，啊，还有一个小女孩把他抱住大腿了，那他,他走不掉。 啊，后来这个老法师在问他这个事情啊，他说：“你母亲要往生，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？”啊，啊，他就问他这个有一只白狗，一只黑狗。那么那个白狗跟黑狗呢，是他大哥啊小时候眼睛不好，医生说要找那个一只白的狗，一只黑的狗啊，然后呢？ 用那两只白狗、黑狗的眼睛配药做药引，才能治他啊，治他这个夜盲症啊啊！结果把那个黑白二钱呢给杀了啊。另外那个小女孩呢，是他第十三个妹妹啊，第十三个妹妹啊，因为以前呢、啊、这个经济不好啊，所以。 就把他给堕胎了，啊！后来广发老老师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就告诉他，说叫你母亲呢、啊，要跟他这些冤亲债主沟通啊，就是说，呃、以前呢、啊、不知道佛法啊，那么做了这些错误的事情，啊，请他们原谅啊。那他现在呢，要让他好好念佛啊，把功德回向给他们。 啊，希望他们也一起念佛啊，求生净土，啊，让他好好往生净土啊，啊，将来啊，啊，他们成佛啊。那么这样啊，他那个果然呐、啊，啊，这个燕京债主他就不见了，啊，那么成佛的业力呢，皆已往生了。 啊，那么由这个事件呢、啊，事实证明呢，这个杀生，啊，堕胎呢，是也会障碍往生的，就是冤亲债主嘛，哎，他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障碍。那么已经造了这个业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呢，很多人都堕过胎，啊，这个也有很多居士啊问我这个问题。 那么以前这个无知犯的这个错误，啊，那都已经造成了。现在呢，唯一能弥补的就是断恶修善，啊，念佛啊，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。啊，那么建议大家呢，这个就是花心呐，啊，有堕过胎儿的，最好还要能花心。 支持这个不堕胎的法案啊！支持不堕胎的法案啊！所以以前有堕过胎的，呃，这个同修啊，啊，我现在很支持天主教啊。我们在台湾呐、啊，我们要向政府啊，在立法院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我都很支持的。 啊，这个支持这个不准堕胎啊，那希望大家从这个地方来改过啊，来忏悔啊，拿出具体的行动啊，才是表示真正有诚意忏悔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，下面的经文啊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。谢谢大家收看，祝。 大家发起充满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